这个是新款的 BGS 杠 S10N， 显示这个白色的话在100毫米为标准，显示这个黑色的话92-94个毫米，显示蓝色的95个毫米，显示黄色的话这个物体源是在110个毫米。第十针调小，调到50个毫米啊，50毫米之内。这个白色是啊，以白色为标准，黑色的话只有46个毫米，49个毫米，显示距离在50毫米之内的话，这个不受背景物体颜色影响，显示稳定。